好，那下一位是哪一位 ？OK， 这个开放资料的保存，好，投影片你是这，你用你的吗？都可以啊。OK， 是在。 喂，好 ，OK， 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Poka， 那我今天提案的是我想要对现在很流行的 CV Tag 做一些资料备份跟分析。那就像现在大家讲的 Open Graph， 其实主要的核心就是有大量很多的 data， 那 CV Tag 其实本身也会产生出非常多的 data， 不管你是做农业监测、天气监测、各种监测，你都会监测出各式各样的资料。那资料非常值钱，但是资料这种东西也就会常常传过水无痕的，就因为各种奇怪的原因就找不到，再也找不到，像。 因为有时候是没有备份啊，有时候是保存的时候格式没做好等等。所以，我今天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我想要做出做好这些资料的备份，跟搞清楚这些资料的授权到底是什么。那我们要做非常潮的，我们要用 Bitcoin 的做法来做 ，Google 的做法。那我们这个做法是一种去中心化的说法，就是我们让最需要资料的这些人，就是资料科学家，他们自己来做备份。 那他们在做研究的时候，就可以顺便帮忙备份这些资料，所以越重要的资料就越多科学家在用，那这些资料就会被保存越好。那所以我们今天打算用这个 DAT 这个工具来，就是找到值得备份的资料，然后把它备份起来。然后我做了一个小小的工具，就是叫做 Seven Notebook， 它可以直接把 DAT 里面的资料串到几乎所有资料科学家都在用的这个 Jupyter Notebook 上。所以你用你被备份起来的资料，可以，他们可以直接在不去做任何另外的搜寻的情况下，直接拿来做分析。 然后，所以我今天就要做的事情很简单，就是我想要找到到底哪些资料很容易应该要被备份起来，很重要的资料。那如果觉得有可以直接怎么样串到你分析的pipeline会比较顺畅的话，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做。好，就这样子。那扣现在放在这边，那就是等一下有问题就可以直接来找我，是这样子。谢谢大家。